大号小号对于我来说，不管我刷礼物都是一样。大号又不是说刷我刷上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管大号小号都是一样的待遇。小号再小，刷一个铃铛也是给我刷的，那在我眼里也是大哥，知道不？让你进入温柔乡。哎呀，人家从一开始长上，一开始转上去也不是刷我刷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听不懂话呀？怎么讲？我七个喵宝宝家。七个喵宝宝家，不现实。那是你的心里。哎，大哥哥，为什么黑眼圈这么严重？不可以，哪里的？你猜猜，给个机会让你猜猜，是都会有。哎，那你去玩看那个啥呀？你不用刷礼物，也白给你看的呀，你不用给这里跟我说了。没事，没每天都领币是不是？你领了多少年了才加上我的微信呀？欢迎守护汉堡。你领了多少年呢？终于加上。那哥哥，他都上个心了，你可别逗我了！哎，我的天哪，你可别逗我了！我好想打喷嚏。噔噔噔，520个！哎呦我的天呀！帅吧？这不很正常的，眼睛都一个大一小，人身上东西没有一边大的，很正常的呀。欢迎小哥哥，哒哒哒。哎呀，我发现。每天到这个时间没啥人了，人很少了。小鸡儿是啥呀？啊、哦、啥？谁的小鸡儿是弯的呀？
什么谁的小鸡儿能是弯的呀？东京人。你刷了多少个家的呀？10个喵啊，哥！你刷给人家刷了那么多，你看看还是我对你好，30亿。哥，那你这真男人啊！这你都那啥不出来、啊？那你是不是得补偿我一下呀？你攒的币，为了我攒的币，你已经给别人刷了呀。Hello， 我忘给你发自拍了。肤白貌美大长腿，你说。你刷了10个，唉，感不感觉到亏欠我呀？谁帮你找欢喜哪个的？3个铃铛要不要？要啊，1个铃铛也是爱呀，绝对是睡着了，不讲。对，你啥都忘，我忘啥了？刷不出来，完了，有劲了。说好给你发的什么了？哥，你说好给你发什么？哎，我的天，我每天啊，我这脑袋不够用了，开成22个币。